有人。小宝现在才八个月了，非常的嫩人，只要妈妈喂奶，他现在每天吃八顿，已经20斤了，身高有72厘米。很多人好奇他现在用什么纸尿裤，就是这一款贝拉安徒生，这一个是我们新拿过来就是试用的，但是用了两个多月，真的很好用。为什么说它好用？第一，你们看一下啊，它这一个用的是一个花苞的一个腰围，腰围的这一种纸尿裤在市面上要卖3块多一片。而且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一种花苞腰围的纸尿裤，你们看，真的不容易勒到肚子，而且它不容易掉。而且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他们家不仅纸尿裤，还是拉拉裤，给你们做的都是什么？来，过来。双重的一个防侧漏边，看这里一层，这里面还有一层，真的不容易漏尿，不容易弄脏你们的床单被罩。第二，它里面还添加了橄榄金黄线，这个是不容易导致宝宝屁屁过敏的。第三，再给你们看一下他们家纸尿裤的吸收能力，这个是300毫升的水，相当于小孩子的5、6泡尿了。看一下，完全吸满了，吸收能力真的绝了。纸巾，看一下，完全不会反渗，也不容易让你的宝宝红屁屁、烂屁屁。就连我姐的宝宝都说好用，喜欢的宝宝赶紧点击下方购物袋，118，3大包。